第一关，这边是三只小怪，完全没有问题，慢慢把它带走就可以了。好，好，这样子了。那我们洁牙队每回合哈，底下都会转暗跟木出来，所以不用担心没有攻击就有问题，然后也会有减伤效果。我们的猎人队哈，真的到现在还是非常强势，非常强势。好。OK， 更新，很会，连小怪都跟我啊！好来 ，OK， 第二关这边是把你转过的轨迹变成黑白的，像这样，对啊、也不用怕啦，就转就对了，不要想太多哈。有时候我们在转猪的时候会有所谓的转猪迷茫，那是为什么？因为你会自己吓自己，你开始转的时候啊，不是变黑白的，好可怕。然后结果其实根本就没那么可怕，但因为你一慌啊就乱了。好来，这个是底部先风化哈，然后打你再风化两颗，相当讨厌，这一只怪真的相当讨厌。你带的如果不是猎人队的话，下面那边要解一阵子哈。这样子、好 ，OK， 来这一边是会把你下那个召唤师回复力变零哈，所以这边不要急着，我要跟大家说，这里不要急着把这个负面状态消掉。你有带什么，像是什么阿克雅，或者是你带那个什么冰花之类，可以把状态消掉。这边先不要急着消哈，因为等一下。后面会有一关会帮你消掉，那一关的效果是，你如果没有状态让它消的话，你的队伍又会被下其他负面状态，所以这一边记得不要急着消掉啊，会很危险。好来，这边好像有一点点危机了，我们先开个库拉比卡，然后先开始念能力好了，我们不要冒险。好，然后这个也开下去。我在想要不要开奇雅，应该是可以吧。没关系，就把它回复效果那个挤掉吧。反正我们那一关只要让它有状态可以去消，就 OK。所以，刚是不是lag了一下？好可怕啊！伤害不够。这一关会无限回复，各位观众，我的伤害不够，怎么办？我好像有一点点高估他了。我们再回避一回合哈，回避一回合，然后我们下一回合再来做个总结大爆发这样子。好，这边我们的洁牙都跳起来了哈，我们再。这样子应该，这招这么大都开下去了，应该是可以过吧？这样开下去还没有过，这太过分了，真的。好，还天降了一串攻击珠下来哈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说，这个关卡一样是，对，这个关卡一样还是就是不好对付这样。好，所以大家在打的时候千万要小心。哦天哪，好像画面有点lag的，不知道大家愿不愿意等我几秒钟的时间，几秒就好，我们把画面重新投上去一次，等我几秒，大家对不起哈、因为画面这个会影响观看，我们就稍微忍耐一下，几秒钟，我们马上把画面修好。对，好，等我一下下哦，马上好，各位几秒钟，喝个水哈，喝个水休息一下。好 ，OK， 画面回来。好，我看到兜里了，好，来这边小怪哈，一样，这边打你会转腐蚀，所以就是让你把刚刚有开技能的话洗回来的，这样子。好，闭目养神，可以。好，来 ，OK， 那来到下一关哈，下一关这个是。附加消除，对，这边一定要有东西让它消哦。你们有看到吗？哦，如果你没有东西让它消的话，你的生命力会被剥到只剩一点，然后五回合内新腐蚀无法被消除，这个真的很过分。所以
记得记得，如果你有带附加消除的，刚刚那一关被下负面状态的时候，不要急着消掉哈，因为后面这边会有比刚刚那个更可怕的。好，好这边啊，叠珠啊，没有没有。OK， 好，来下一关，这边是把你的暗珠锁定，然后越战越强哦，这是越战越强哈。这边有一个方法啦，其实这边可以开大劫，可以把它炸下去，只剩木珠就好。可是我要这么做吗？我思考一下，对我应该要这么做才对。好，对我应该要这么做，不对，也许不行。好，没有，不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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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一下有什么问题再说了。对，所以这一关就是还是大家要动动脑，因为还是不太好打。我啊，对不起对不起，今天画面真的不太稳定，不知道为什么哈，可能关卡太简单了，他觉得需要说，哎，画面给你累个一下哈。好，来这边是扣血90%加射击一行的猫公爵哈，猫公爵出现了。这边的话就是尽量手转就可以了，尽量不要开招啦，因为我觉得等一下会。好，这边伤害是够的哦，伤害是够的。好，来这边来到王冠哦，王冠这个是召唤师完全恢复生命力以后，这个就是易补啦哈，写那么多就是易补。然后每回合结束前，敌人会引爆所有新符石，然后引爆符石越多，敌人下一次攻击力越高。所以这边的话，我们要一边易补，然后一边，对，很麻烦，说真的就是很麻烦。好，我这边我想一下怎么去，我觉得我应该要等。我觉得我应该要等小杰再跳起来一次，但是好像没有那个时间了。然后直接加 combo， 我这样子会不会造成 无可挽回的后果啊？我好害怕哦，其实也只能这样吧。没有天降，没有天降星欸，太过分了吧！我以为会至少天降一点点星给我，因为我们刚只补了150,000左右吧，我有看到。对，果然我们应该等小杰跳起来会比较好说话。对，他的易补是有500,000的，500,000哦。这边我觉得可以空转，可是空转又不太对耶。没有，因为不要让他心爆炸太多啊，他的心如果爆很多的话，等下就比较没办法收拾了。好，这边心看起来很多耶，6颗耶，6颗，这样子打是多痛，好可怕，真的好可怕！神啊，救救我！洁牙会先转还是他会先炸？好像是他会先炸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这边要再赌一次了，要再赌一次了。这边再转心，再转一次，然后这边排列。然后这边开回复 1.6 倍，记得是剪刀哦，剪刀起手哦。这样子。哦，有天降一串星，不错，230,000够吗？还是不够？哇，天哪，好难哦，这个。230,000加一开始的十几万、啊，150,000吧，38,000，好像还差一点点，是不是？应该是可以，我觉得这一回合应该是可行。只是我们等一下会王二会比较尴尬，没有招可以开。好，来吧。
再一次，11万够吧？好，好跟哦，各位观众，这个更新好跟，哇，真的是慢慢磨哎、欸，这个这太过分了。好，应该40万最后过啦，过啦，还是慢慢磨好。好，这边是那个哈，那个电极腐蚀啊。这边有一个方法，其实对，然后不要削到暗珠就好了，也可以开这个6倍。好。那就最后了，最后的转珠了，最后转珠了。嗯，我们拿什么来隔会比较好？新珠好了。因为我在思考，就是要怎么把暗珠隔开会比较好。这样。好，暗珠完美隔开。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了？然后念能力开下去，哇，这个关卡还真的是不太好对付啊！好 ，OK， 应该是直接过关了。好 ，OK，OK， 好，猎人队临时通关哦。谢谢你的观赏，还看得开心吗？喜欢的话记得给我一个 GP 哦，也欢迎按赞我的粉丝团，锁定我更多动态。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